家是12月12号的凌晨啊，三点，约莫是三点半啦。我在太子道东城啦，呢个油站啦，咁啊，都系将个厕所封闭咗嘅，咁啊，大家睇到啦。知道油站啊，一樣是將個廁所封閉咗。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觀塘茶果嶺嘅氣站，咁大家咧好多師兄咧都知道個位置啊，唔使講。咁啊喺上個星期開始咧，就收到好多朋友咧，即係大家討論咧就係、是、喂，中石化嘅氣站廁所啊，唔俾用，封閉咗，咁啊連埋咧，就算個水槽嗰度咧，即係我攞水位啦，我哋攞水洗車啊，或者去攞下毛巾嘅位咧，都全部封閉。咁啊，當然啦，梗係孖聲四起啦。咁啊，今日嚟到啦。咁啊，其實咧就逐個站咧就關閉嘅。其實我本人都去過馬鞍山啦，大家喺上面啦。好多朋友咧都有影相俾我喎，話知個又冇，嗰個又冇。咁啊，最後咧就全線啦，都係關閉嘅。咁我諗大家都睇到啦，佢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但係疫情嘅關係咧，係唔係就咁封咗個廁所就係、是、可以抗到嘢咧？我哋唔知啊，我哋唔係專家。嗱，咁啊，而我咧亦都可以去睇片段咧，就係、是、咧。較早前咧，我去過油站啊，中石化咧，大家都知道佢除咗專用加氣站之外咧，仲有佢嘅油站啊嘛，電油私家車用嘅。去到咧都係啊，都係全線封閉。咁已經問咗好多朋友話：係啊，就算觀塘道啊、邊度啊嗰度都係冇廁所用嘅，冇俾顧客用嘅。咁其實可能佢哋唔覺得有啲乜嘢啊，但係好得意嘅，佢哋嘅 store 啊裏邊啦都係照開啊。都是入過去要排隊，所以呢就今天來到這個現場環境其實就很冷清，冷清之餘呢就給我感覺呢就是呢其實大家都快走了，快走了走，因為呢又不用拿水又不用攞毛巾嘛。其實、我們就要探討一下這個問題，究竟其實是不是這樣就可以一個大機構就這樣做法呢？我們回到廠再大家討論一下。Yo， 二月十五嘅去吧艇到冰團，繼續係林搞。Naomi， 係今日星期二啦。咁啊，啱啱咧，我哋睇到個片段啦，就是、我就出外景啊、嗯，去到中石化觀塘茶館呢個氣站咧。其實我哋咧，依個係咧，其實可以話係成個九龍嘅大站嚟噶，唔知話東九啊，因為佢嘅都幾多支窗，卅幾支窗口就係賣任務啊，好做好大嘅站。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喺上個禮拜啊，大師姐啦，唔知令尊英有冇同你呻啦？就我哋突然間咧，好愕然啊，去入戲咧。咦？冇得去廁所。冇錯，即係平時我哋喂拍咗入咗窗，入咗窗位，咁啊好自然啦。就了解一下。係啦，翻嚟又差唔多啦。係啦，冇錯。時間好就係咁啦。通常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好可惜咧，就去到嗰日我都去，我第一次咧就去馬鞍山先去上下話，第一次去馬鞍山，我已經係聽咗好多翻嚟話冇，咁我都有心理準備啦，咁啊真係冇啦。咁啊，甚至乎咧，我哋有啲水槽位，我哋叫做另外一個水喉咧，俾你攞水啊，要嚟攞幾桶水啊，洗下車啊，抹下車咁啊，都係咧，連淡水供應係都係冇嘅。淡水都冇。係淡水都冇嘅，你攞水都冇嘅。我以為冇鹹水啫。冇鹹水。淡水都冇有。係淡水都冇嘅。有啲離譜喎。啊，咁啊就俾你即係一般都係有陣時洗下手啊成。咁好啦，咁翻到嚟咧，好多隻星咧，咁你媽媽聲啦，喂大佬。我哋有陣時就係、是、唉，諗住去入戲去埋個廁所，咁啊即係小解舒服一下啦。咁但係咦點知都係冇，咁你要搞到點樣咧？嗱，正如好似頭先我哋片段啦，有個師兄咧、就即係忍唔住啦，就行埋一邊啦。咁係唔係應該係咪會？其實個衞生係仲差咗。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啦。同埋
我又想起我哋咧曾經喺節目裏邊咧介紹過一樣淘寶神器咯，係、嗯、又要係係我成日都唔記得，係我要揾啊要揾啊，我成日都話送俾啲觀眾嘅話，又死啦呢個呢而家就更加需要啦呢個係啦，而家急住要。我覺得呢樣嘢就好重要，因為就真係一個。在這個疫情裏面竟然這個神器又有用了、嗯、因為以前可能你只會想、哦、我在駕車上面、我們沒即沒沒得做這件事、嗯啊、那你、沒廁所你可以用這個杯啦、嗯、那這個神器啦，現在估不到你在氣站都可以要用這個神器了。是啊，那其實你要明白啊，大師，有時候我們呢 很急的時候已經是哇見到有公廁，但係你有公廁嗰陣，你係急步跑㗎啦嘛，夾住只腳入去。亦都聽翻好多聲話嚟，我諗住見到公廁拍埋一邊啦，點知咧抄牌，咁諗住氣站安安全全啦，安乜都得啦，係嘛，安鎖鏈都冇人理你啦，唉、哎，點知冇啊！但係最慘咧，你已經平時以為有，你引到一個爆點咧、嗯，我、嗯、即係我相信嗰位徐地小姐嘅師兄啦。應該就真係唔得啦！我又冇神器，我又冇水樽，同我爆啦！我膀胱腎都爆啦！同埋係全套嘅嘢嚟噶嘛？有陣時咧可能會覺得係入氣去廁所，啊而家突然間有啲失落啊，即係做得半套淨係入氣啊咁、啊、好啦，嗱咁啊喺上個星期四咧，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啊周國強咧，阿強哥咧咁啊親自打電話去到中石化，咁去到職員啊要求高級啲嘅職員解答。是不是會封多久、啊、為什麼要封、啊、剛剛在我們、錄影、早兩天星期一到早上早呢就已經回答了就是說呢堅決是不會開的是我要封為什麼抗疫、啊、大家看到他說因為疫情為理由要抗疫樣、但有時覺得疫情、不外乎要有些人道咯說真、嗯、即是一個廁所其實真的對一個司機、職業司機來說是很即例如人家上班很重要例如我上班 我的車泊了可以上去辦公室去廁所、嗯、但職業司機裡面真的不會有洗手間這件事其實你氣站關了真的很影響一些職業司機不是只是的士啦其實可能貨車啊送貨啊那些人其實都是想去廁所是啊因為他中石化是全線包括他的油站我們看到片段我們拍的時候太子道油站他都是關閉嘅，所有嘅中石化系咧就全部關閉。咁另外咧，全咧出邊咧有啲即係，其實佢係咪驚咧？即係萬一 in case 有條友喺嗰度去廁所攋嘢爆發，跟住佢要封站咧？係啦，佢係咁樣講嘅。佢應該就係驚咁。咁咧嗱，其實講翻先，就係咧有啲個別嘅油站咧都係有個別嘅封閉做法，但係唔係話佢哋個嗰個間公司就全部硬性嘅，有個別都有嘅。好啦，咁樣講翻你頭先啊，大師姐問嘅問題係啦，佢哋話咧驚封站，其實我封你老母咩？其實講真句，佢就算驗咗陽，即係佢係污水驗嘅啫，係嘛？唔通叫你的士佬逐個攞條賓州出嚟驗咩？唔會噶嘛，佢又好似污水好似我咁樣污水驗，你話會唔會封站？我覺得係唔會嘅。佢最多叫你最多買票白水咯，同埋叫你職員咯，攞完臨票白水咪得咯，個個 everyone 啊。係啊，叫佢或者會叫你啲即係職員去強測嘅嗰段時間逗留兩個鐘啊，咁的士都唔關事咯，有幾可逗留兩個鐘一啲喎入邊咧。但係你送啊嘛，係咁好啦，嗱咁講翻咧，除咗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咧，咁其實咧的總咧都出過封信嘅，咁大家睇下啦啊，咁咧嗱就唔會，我亦都唔會做直接噏出嚟嘅。咁好啦，嗱咁啊。裏面就提到咧，其實咧我都同好多朋友傾嘅，咁其實咧我覺得咧都幾氣憤嘅，點解咧？抗疫唔係咁樣抗疫嘅，大師姐，即係唔係你嗱你要你咪佢好似黐咗線咁樣，佢好斬腳趾避沙蟲或者鴕鳥政策啊，做啲好無聊嘅嘢咯，即係佢諗住一鳩刪咗啲嘢就得㗎啦。即係例如刪曬啲嘢啦，兩個家庭啦，總之咧，你哋屋企就冇事。其實你喺屋企係都會有事，因為當一座 building 人。好像當年的 SARS 那樣、又是廁所那樣那個渠、污水、排出最慘你去年跟人家說是不會的你今天又說會、其實根本我今天不在那個油站那個廁所拉的、可能我家裡那裡拉了、還有呢 我覺得即你要開放時間少了我理解我呢樣我覺得理解因為你話想清潔勤啲啊嘛，咁其實係咪我哋應該，如果真係抗疫，我哋係咪要用一個積極唔係咁消極嘅方法？譬如點樣積極法呢做多啲嘢洗手。做多啲嘢，冇錯。嗱，
中石化唔係我話你，你都咁耐，你真係係上唔知二三幫時爆得最勁咧，係俾一支簡易，冇啊冇曬噶啦。睇你好唔好彩用到支簡易，咁多年嚟咧都冇提供洗手液俾我哋司機嘅。咁你話啊，你唔知賺得少啊，定係微啦，定係當我哋唔係人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嗱，我會覺得你話開一個鐘。收一個鐘，閂一個鐘，即係梅花間鐘咁開咧，我哋都可以接受到，因為你話你洗啊嘛，你要洗，至少有得去啊。係，至少起碼你唔會，我感覺到你嘅態度當我哋係人啊嘛。你好似就誒得啦，撲街狗嚟嘅，屌我出邊咯，唔好入嚟哦，咁樣係嘛？甚至乎裏邊加裝抽氣扇係嘛？你要做呢啲嘅措施啊。咁你咪個個鐘頭倒漂白水落？係啦，係啊，又或者即係有。同埋喺我嘅世界啦，我自己覺得要種就會種咯，唔好成佢個廁所呢啲係即係我覺得係命嚟嘅，我比較信呢、這個嗱，有人種有人唔種係咪先？即係一個 family 裏邊、可能五個人係會有三個人種兩個唔種嘅，咁你解釋唔到㗎，就係、抵抗力問題。就算啦，你。即自己做好啲，做多啲咯，唔係俾人去廁所咯。咁個司機洗手啦，戴口罩啦，咁你屙尿咪帶兩個咯，你帶兩個有用啊嘛？你哋話，即有啲嘢唔使咁唔人道，同埋唔使大家好似即個政唔好淨係呢個油站啦，個政府都係其實用緊同一個斬腳趾被沙蟲嘅方法，影響好你令到所有人成冇工翻啦，影響正常生活啦，嗰、那個每個人嘅情緒啦，其實香港人已經好大壓力噶啦。係啊，你連尿都唔俾我。咦，阿希做咩咁愁啊？揾緊車開工啊？揾車梗係揾聯泰啦。但係呢度好多車行喎、啊。嗰啲唔使理咁多噶啦，聯泰只得一間。聯泰組織完善，聯泰自豪老，聯泰規模大，聯泰服務街，租車打理買賣，揾聯泰啦！2386-6672。门菜到位，方便卫生，超值抵食，美味可口，想点就点。嚟紧嘅圣诞节啦，冬至、团年夜饭，记得订威尔门菜，打电话就送到门上啦。即係而家開得工嘅的士佬啦，我都我諗講啦，真係幫手抗疫㗎，其實。咁你啲人唔使搭車啊？你啲人去醫院唔使搭車啊？而家其實幾危險啊！你仲要話如果中咗要自行去急症室，咁啲人就會揀的士㗎啦。好，其實好自然不過嘅呢單嘢就你問我，因為啲人唔會搭地鐵同巴士㗎嘛，要知自己中咗有公德心。嗱，大師姐，好老實講句，你唔好話中唔中啲嘢新冠，但係有時你真係病得好唔舒服，你唔會真係走去轉綠頂，跟住或者再轉地鐵、再轉車咁樣噶嘛？你都係時間彈下彈的士啦，係啊，一次半次係咪啊？所以其實我又會覺得咁即係一個咁大嘅公司中石化，仲係我哋阿爺嘅嗰、那個即係龍頭啦，可以咁上下啦，去到即係佢個能源業界嗰度，咁你竟然～用呢種方法嚟做，即係一個捐落去刪咗就算。你唔係應該更加俾我哋喂？點解咧？其實你抗疫，只不過你係你個氣站或者油站裏邊係安全。正如頭先所講，我哋睇片段，好多師兄可能行出去屙，夜晚更加嗱，頭先日光日白嘅，夜晚可能仲誇張。咁啊，你如果真係大家利是嗰個師兄有，即係散曬出邊咯，係嘛？啊，完全係咧，你係幫手唔係抗疫，幫手散播病毒，所以希望啦，咁多位朋友諗下，如果即係或者佢哋啲高層啦，咁樣係咪一個解決嘅方法咧？我哋絕對唔係，希望一個妥善同我哋人道啲。其實我覺得好唔人道，梗唔人道啦。係啊，廁所都未，人哋商場都未去到啦。嗯，係喎，係喎。其實咁多人去啊，即係商場仲要一層層喎。係啊，當 A 層有一個人係有嘅去咗，好大機會係排到好多層，人哋商場都冇閂啦。同埋咧，嗱，佢個水槽閂咗之後咧，我哋可能要清潔車輛噶嘛。
係咪啊？抹下啫，好多人喺度噴下噶嘛。係啊，咁而家連我哋抹下車都冇啊。咁當然亦都講翻一句公道説話嘅，我都公道嘅。有陣時啲艇佬又係衰，啲艇佬即係最串嗰個氣站咧就喺大埔嘅。我覺得大埔而家茶果嶺裝修咗，同埋呢個大連牌咧係好串嘅。同埋有陣時見到咧，有啲艇佬又係衰，點解咧？你屙尿唉算啦，屙尿周圍都係，佢好浪費食水嘅。我曾經講過嘅，深旺道個氣站咧，亦高咧，一個月個水費咧係接近10萬嘅。哇！係啊，佢哋攞水咧係攞幾桶之餘咧，一條毛巾咧，佢哋喺度係咁開人個水喉嚟攞嘅。我成日都話，我想問你屋企係咪咁攞嘅咧？你老婆鬧唔鬧咧？咁樣咁嘥水費化。所以其實咧，大家都會互相尊重啦，為氣站著想下。咁氣站亦都要多啲為我哋司機著想下，係嘛？即係屙尿人有三急。我覺得人有三急，有陣時阿 Sir 都會體諒你啦。佢如果係啊，咁啊，何況你一個咁大間公司啊。咁啊，好啦，咁啊，翻返嚟啦。咁其實咧，每個禮拜咧，其實咧，而家阿 Sir 咧，香港警察咧，佢好主動咧，咁喺佢哋個 Facebook 啊，同甚至乎都有冇 YouTube channel 嘅，好似就擺上去咧，就公布佢哋拉咗啲咩人，拉咩人咧？最主要咧都係咧喺交通部咧就拉呢、這個不小心駕駛啊，或者有陣時咧佢嗰期咧就一捉就捉咗幾個個斑馬線唔讓路人嘅。咁啊，依條片咧就我啱啱喺睇到啦 ，Hong Kong Police 應該係佢官方嘅片段啦，係咪咁啊？控咗一個男子，係啦，於呢個柴灣石澳道不小心駕駛嘅，咁啊石澳道往柴灣方向近。烂泥湾啊，即系边度咧？烂泥湾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咧，最高可被判监禁6个月同埋罚款。咁啊，不小心驾驶，咁啊好啦，我哋睇下个片段先，短短地嘅啫。嗱，咁啊睇到啦，嗱烂泥湾佢应该系好旧式嘅啲道路啊，好窄。我都未听过呢条。系嘛，好窄吓。咁我哋睇到嗱，首先点解条架车好稳咧？首先我哋睇佢個車頭已經係窄得嗱，你留意下右上角個倒後鏡啊，其實好近嘅同條行車線，已經係啱啱好喎，睇落係啱啱。咁啊，有一架係咪 Tesla 咧？應該係疑似 Tesla 嘅車咧。嗱，其實喺雙白線牌得噶嘛。當然啦，除咗有特別事啊嚇，除咗啲咩特別事故咧，而家暫時冇。佢可能係等依個巴士，大型係巴士定係貨車定係唔知乜嘢啦，一旅遊巴類似，佢等唔切。咁但係佢咧抽到出嚟嗰時候，你應該睇到咧喺右對面咧有一架車嚟緊，係啊，灰地嗰架，係啊，佢鼠得入去。如果嗰架灰銀色車快少少咧，都有機會撞咯。甚至乎如果呢架，因為其實咧嗰個銀灰色嘅車可能我諗佢收㗎啦，我諗佢當佢見到嗰下佢都收慢咗㗎啦。同埋嗰個你留意一下，係接近彎位嘅。是相當之危險的，因為有盲點嘛，是啊，人家可能真的不知道，人家又看不到你，他都未必是看到啦，是吧？到你看到的時候已經是很敏了，咁佢即刻喳喳臨咳，個位相當係依啲係超短距離咳先。咁另外就是啦，呢、這個應該係旅遊巴士機啦，巴士司機啦，佢都有品嘅，有啲趁而家咁嘅環境撲你個街都懟埋佢啦，係嘛？啊，佢真係得個，我相信佢係有收車嘅。我相信他有收車，如果他想著屌你乜，而家諗住橫掂都係啦，放下大家好過啦，係嘛？咁啊搞掂咗你，搞掂咗你咋，係嘛？所以咧，依個咧，我覺得阿 Sir 做得非常之正確，係啊呢啲而呢個司機咧，嗱有啲人就話啊，而家好多督灰嗱，我覺得咧，阿大師姐有陣時咧睇揸車咧，睇下你點督嘅，即係而家都督灰撚啊，喐啲人嚟嗱，我覺得呢啲例子咧係應該嘅。其實咧，你唔錯，人哋都督唔到你灰啦。不如唔好話人哋係督灰撚先。首先係你冇嘢俾人督，我點督都唔到你啦。係啦，嗱，而我有陣時咧都同朋友傾，有啲朋友就話，即係佢都係督慣嘅。佢就話：，阿狗哥睇咩態度啦？如果佢另一即係打隻手嘅話，唔好意思，而又唔係令到我得得好辛苦嘅，又話好危險嘅。我放佢一馬啦，佢知錯咁樣，我覺得依啲係。都 OK 嘅，因為而家始終咧揾食真係好艱難。如果唔係令到個路面係佢錯，係真係錯咗嘅，佢真係錯嘅。嗱，如果佢知錯，我就俾個機會佢，同埋亦都唔係太過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就放佢一馬啦，係嘛？唔好即係
因為咧，我覺得咧，你呢啲咧冤冤相報何時了嘅？你又督，你人督嗰個以後做揾人，又揾人督，係嘛？揾人督你發事啊！希望大家咧就即係揸住自己衡量下。當然啦，我哋擺得上去嘅例子咧，甚至乎阿 Sir 忍無可忍咧，要開到開曬鋪啊，開曬記招嗰啲咧，我通常覺得係死有餘辜噶啦，真係啊！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聽日再見，拜拜。各位陸路運輸業界嘅朋友，本人承諾。如果當選的話，在新一屆的會期是會盡快集合自由黨和其他政團的力量，展開修訂法例的工作，以杜絕白牌車還業界一個公道。多謝大家。一定不可以迟到啊！师傅，唔该，云顺车行。爹哋辛苦咗咁多年，系时候要报答佢啦。揸咗几十年的士，孭起晒成头家，而家我哋都出晒身啦，都应该有翻架属于自己嘅的士，等佢可以舒服自在咁开工。云顺车行屹立业界几十年。两代经营专业，人情味并重，无论管理和买卖都妥善可靠。宏信安心幸福。屹立新界三十年的丽新车行和东区的丽豪车行，专营的士租赁、牌照买卖、车主托管，无论你是的士司机，想找间公道又有人情味的车行，介绍架优质靓车去开工，定是心郁郁想入个牌做投资，又或者车主不想烦，想找个好打理，丽新丽豪是必然首选。凭住在行内的经营多年，声誉良好，管理完善。多年来司机和车主更是安枕无忧，不停比 like。 更欢迎新手想入行的司机，我们提供专业的导师培训，令你日日爆数，路路畅通。所以认住丽新丽豪两大的车行的麦头，你就不用愁了。大家看完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是不是很想继续无限 loop 呢？如果是的话，即刻 click 来这里，又或者去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给个 like 和 share， 和我们一起聊天啦。